所有人过来，听清楚，这场比赛每个人都是主力，每个人每分钟都要拼，都要抢，不要问谁先上场，问问自己，我不上谁上？记住上场的使命，不管什么情况都要冷静，扛住压力，别被外界的杂音干扰。我们辛苦准备了5年，这些付出应该有最好的收获。我们能接受努力都白费吗？当然不能。所以如果摔倒了就站起来，站起来就冲在最前面，拿出气势，看谁更刚更硬，去写下新的历史。能做到吗？能。再来。能。再来。能。这场比赛不光发生在这个场地，这是由每个人的比赛。去吧，该上场了，站到属于你的位置上去。